有两个类似长老现在在，应该算是诵经。阿老王吧。在这边吗？姐 ，Roma Pak Kades， 大哥，你说来看一下是要看什么？好，这是给呀。要驱魔。驱魔？对啊。你怎么了吗？啊，我木完了，木完了，他露出来就是给呀木完了。常常想有要吐的感觉。对啊，木完了。所以这里面是有人会帮你驱魔这样的？这样不是啊？有。OK。我一直以为啊，你可能电影开太多了。都觉得说驱魔应该就是做晚上的时候才有，可是现在大白天的，大白天也可以驱魔。比下，这样马龙比下，是不是？没想到司机大哥只是临时起意的行程，竟然是要去驱魔。道教的做法，基督教的驱魔，甚至是东南亚的降头术，这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耳闻。有几个人知道回教的驱魔是怎么回事？驱的，又是什么魔呢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大哥，这个就是大师吗？哎，那也拜，也拜。其实啊，这边就是有点像是一般的住宅啦。为什么大师你要一直看我？阿弥陀佛。呀妈！阿德，八百个，阿德多少个？有两只在里面。加倍什么啊？你生的都是你生的。两只在我里面。加倍什么啊？我多啊，帮忙的。多啊，多啊，什么？我都是老阿妈。我，可是为什么两个老阿妈跟我？啊，是那样，是那样，跟那底下妈是不讲。哦，因为喜欢你，你还没结婚的。你怎么知道我还没结婚呢？我，黑了，我确实还没结婚。毛弟弟干，毛弟弟干。哦，他要嫁给你。我来接你。年纪太大，这个老少配我觉得不太妥当呢。但是今天是弄什么的呀？要叫猫来摆。他是两只老鬼。是弄弄的呀？他想帮你。哦，都他，所以他们算是好的鬼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弄弄。啊，就是他就是当白的。白，好老鬼。恐怖啊！阿法，我都还没有开口，大师就铁口直断说我还没有结婚。难道真的有灵界的声音跟大师通风报信吗？而正当我们还在疑惑之际，布幕后面突然传来了骚动，原来早就有许多的村民前来求助大师，司机大哥更是早已加入他们的行列。眼看一场驱魔大法会似乎已经准备开始了。来了，那你爸爸不都是呀？大师刚撒了一点水出来，然后有两个类似长老现在在，应该算是诵经。阿老王吧。眼前的景象是我们从来没看过的状况，恐怖的气氛中带有点诡异，在场的每个人都出现了怪异的行为举止，让人看了不寒而栗。眼看大师似乎忙于进行驱魔仪式，我们也只能赶快先闪到一旁观察，避免场面失控而受到伤害。现在大师又在跟他沟通了。他现在暂时已经还没自己出来了，还有两只，山上有几只？
哦，他是猴子鬼。什么猴子？猴子。Jim Carrey。恐怖的。听大师说，其实村民们口中的魔鬼就是天地万物死后的灵，不管是人或动物都会存在，也才有如同猴子鬼这般的动物人附身在人体之中。虽然大师一再要我们放心，但是面对眼前混乱的场面，又是尖叫哀嚎，又是翻滚挣扎，实在是让人很难不害怕呢。我一直以为啊，驱魔会是一个很隐秘，然后就是比较与世隔绝的地方去做一些仪式，但是其实看我们这个地方一入门，没有一入门就是类似一个家庭式的地方。在这个环境当中有非常多不一样的鬼。可是大师，为什么你们都用水去浇他们？也就还沙巴地方拉住，石头的印，就等于是像我们在电影不是有一些就对鬼就会撒盐啊，有没有撒米，就类似像这样子。然后只是回教他们就有一个已经类似像是已经圣水。经过不断的念经喷洒圣水，纳斯甚至一度拿出如同皮带一般的法器进行鞭打，最后终于将大家体内的魔鬼暂时驱离。只是让人不解的是，如此激烈的驱魔过程中，被附身的村民们真的没有任何感觉吗？mau di mana cara？ 你现在还好吗？你的身体？sekarang gimana perasaannya pak？ capek atau gimana？ ya。plong gitu。哦，现在好像这里面都空空的，没有压力了。那你之前是有什么感觉？为什么会想要来找大师去驱魔？kayak berat gitu。好像很重的那样子，里面好像也很孤单很重。那你刚整个过程，你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全部都不记得，你全部都不记得。所以刚刚那整段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意识的？我都。开始念经的时候就全忘了，
思维，这也算是就是回教的一个驱魔的方式了，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佛道教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自己呢，本身基督徒，有时候呢也会看到一些国外的先知牧师啊，也会做一些这种驱魔的动作。在一阵混乱之中，大师也算成功帮大家解决难题。只能说各行各业都有奇门道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